手中摕着卫生纸、甲肉粽，另外还有芳笔、牛奶粉等等的一挂生活用品。最全部都是要分散给后背电影的教室家庭跟独居长辈。我们今天是准备14个那个低收入的独居老人啊，比较生活上比较困苦的一些住户，但是我们湖北地区的，我们一共准备了14份，我们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，哎，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大家的回响。这间厝无真水装潢，内面住着一位独居长辈，因为只有家己一个人，都无特别准备买包肉粽，所以社会也送来温暖和受助民众，会当做伙度过五日节。虽然洪超弟就分配着3户，不过李长也是感谢社会爱心。伊是独居的啦吼，一个伊是迄个贫户，伊吼做伊迄阵几年前吼车祸吼，啊做讲破脑啦吼，啊佫这个器官吼袂正常，你知吼？啊，因为伊带，伊即嘛有三个囡仔，即或者拢是足细汉的，生活吼足困难的，你知吼？啊，即厝嘛共租的啊，人来甲我拢有人来听下来咧甲访问，看下来甲救济啊，系啊。啊，感谢恁啦，感谢恁今仔日吼好委会啊吼。社会有真侪善心的单位，拢有送物资来协助因，对这份爱，因也有满满感动。有落重吧，跟那个卫生纸，对，还有奶粉哦、喔。还有香皂礼盒，我是想谢谢那个湖委会，谢谢他们救助这样，谢谢他们，谢谢您。社会有真侪有爱心的民众甲团体单位，在每一间要过节的时阵，都开始准备物资，要发送给地方的弱势民众，希望让这份爱温暖着社会需要帮助的人。记者杨品采访报道。